人工智能校巴车即将组建完毕。我是校巴歌德，守护小朋友是我唯一的工作。只要按下歌德徽章，我会来解决所有困难。从今天起，我会一直陪伴阳光森林幼儿园的小朋友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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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的购物车，哔不哔不，哇哦！我是勇敢正义的警长豆豆，多功能抓捕器发射。嘿嘿嘿，豆豆，你是在学我吗？不不，嘿嘿，歌德，这是新出的警车模型玩具，它可以发射超级坚硬的捕网，超酷的。等我买了它，就可以和你一起去抓坏人了。啊！biu biu biu biu， 校巴歌德安全抵达。哦，到喽！哎，哇哇哇！哇！嗨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先回去喽，啵啵。谢谢歌德，歌德再见。哎嘿嘿，妈妈妈妈，快点，我们去玩具商场买警车模型玩具。啊！哎，豆豆，你慢点。哥哥哥哥，等等我。哇！嘿嘿。的警车模型玩具我买到啦！警长歌德，多功能抓捕器发射。孩子走啦。好。哇，多坚韧的抓捕器呀、哦、警车模型玩具我来啦。豆豆，啊！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请问警车模型玩具在哪儿啊？呵呵，小朋友也是警长歌德的粉丝吗？警长歌德立刻救援，只剩一个在那边喽。哦，只剩一个了。谢谢叔叔，警车模型玩具，我来啦！哇，还有一个警车模型，太好了！我先看到的，是我，是我先看到的警车模型玩具，我要定了，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嘿嘿，那就看看谁先拿到吧。好啊。等一下，这不公平，你这么近我这么远。嘿嘿，预备。好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呀、啊？哈哈，警车模型玩具是我的了。又赶不上了。
了。哎，啊哦！最后一辆警车模型玩具是我的啦！啊！小心！啊！右点儿，右点儿，左一点儿，左一点儿。哎呀，还是一开始的位置好啊！哎，老板，左点，左点，不不不，右点，右点。啊，老板，老板，左点，左点。究竟是左边还是右边呀？哎，老板。去哪了呢？哥哥！天哪，危险！豆豆，快停下！妈妈，我停不下来，快帮帮我！捉到你了，豆豆！谢谢你，妈妈。得阻止购物车才行啊！妈妈，我们找歌德帮忙吧。对，呼叫歌德。啦啦啦啦啦！有紧急情况，波波。购物车跑到广场上了，情况紧急，需要你的帮助。明白了，小巴歌德启动任务，波波。车体颜色准备，纳米变形装置启动，小巴歌德开始变身。购物车失控，紧急救援，应该选警车。歌德变变变。警长歌德出动，警长歌德抵达。购物车旺财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哎呀！苏珊阿姨，这是你的小狗波波。啊，我没事，谢谢你了，歌德。苏珊阿姨再见！购物车现在很需要我的帮忙，波波。歌德，加油啊！哟哟哟哟！好险啊！妈妈，你看，歌德在那儿。啊，不好！大家快让开，购物车冲过去了。豆豆，不好，得快点阻止购物车了。智能分析仪启动。多功能抓捕器发射！怎么这个购物车这么调皮啊？
又装上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，有了！多功能抓捕器，发射！好了。哦，歌德，趁现在！多功能抓捕器，发射！耶、哦， yeah, 成功了！大家都没事，真是太好了，波波。哎，多亏了小小警长歌德的救援。豆豆，你太调皮了。哎，妈妈，小小歌德也能救援，真棒。不过，豆豆，购物车为采购物品带来了轻松和愉快，我们大家还是要正确的使用它比较好，波波。嗯嗯，我必须找妈妈陪我一起使用才行。嗯，最后一辆警车模型没了。哦，别伤心，儿子，陪你去其他商场找找。其他商场肯定没有了。哦，啊，是刚刚和我抢玩具的人。警车模型玩具，我一个人玩也挺无聊的。嘿嘿嘿，你要和我一起玩吗？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吗？当然了，你可以随时找我一起玩。万岁！警车模型玩具最棒，新朋友最棒啦！亲爱的小朋友，在商场购物的时候，我们要遵守购物礼仪哦。桑迪老师，购物礼仪有哪些呢？购买商品要轻拿轻放，自觉排队结账，遇到困难要及时找导购员哦。明白了，我们去商场购物的时候要做文明有序的好孩子，不不，今天时间又到了，小朋友们再见，大家再见。一起开心上学，大大的世界等着你，快快乐乐天天在奔跑，蹦蹦跳跳烦恼不见了，不不不不不不，热血警长在这里，不不不在这里，大家别害怕。哥德，快出现！快点，来到我身边。一路有你守护，真的很安全。